这个怎么玩啊？按一下 D， 把这个绳子挂进去。好，挂进去之后啊，弄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绳子，调整好方向，按 A 键的。单手操作，按着 A 就可以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五十那个网拉完之后，按一下 D 啊，按一下 D 脱钩，脱完钩之后把船开回来就好了，网放在这里。好，就这样。